十的话，这里有刮动、翻折点哦，侧风、中风，然后这稀稀瘦瘦，中风比较多。到最后，哎呀，不要后，这个后面不要忘记哈，不要以为没人看到哈，其实大家都注意到后面有没有行书的动作哈。然后这里拉高以后折下来，这里比较粗，戴上去吊起来一点点小小的这点啊，这一点小小也是很重要，很多人写字都不注意这个。然后在这里很厚实了，很厚实，这边还张开，再弹进来。弹进来以后，再这么逆回来以后，把它压下去，所以感觉这边很重，十，